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，共同努力战胜疫情。同时也认为，部分国家采取仅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据，一些过度做法更让人不能接受。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，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。